生日呢？思佳，我跟地勤部门的人打过招呼，明天他们会安排专人带你。我不会那么容易放弃，总有一天我要让顾南亭亲口承认，我陈翔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，成为机长，乘坐陆洲航空。关于程潇的工作安排很稳定，是不是让程潇回到飞行？他才去了几天呢，我现在就让他回来。江部长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回飞行员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向风而行。